真好啊，感谢耶和华，唱歌歌乐伊你至冠的的名。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，下昏时保养你的信息。啊，咱大家吟圣诗第171首，圣诗第171首，圣道主祭祝圣殿。圣道主祭祝圣殿，哈利路亚。基在威威伊波座，哈利路亚。为伊进来当歌乐，哈利路亚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世间人，伊只只人，伊只只人。
珍贵，就归土。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衬。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面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。也花透白树灌溉的，也花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也花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也花配做王到永远。这声。
今早是阮来到你的圣殿，是要来贺你，是要来朝见你，是为着要来唱歌来赞美你，因为你配得所有的贺乐，你配得所有的荣耀。阮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。这礼拜给我的工作顺利，给我的家庭和睦，给我跟我的朋友都有好的关系。每一日每一顿，你想使我让我无仰慕，我无欠亏。我要为着安尼来大大多乐你，也感谢你想使我秋天凉爽的天气，让我来享受凉凉的风，阮就要为着这款简单的幸福来感谢你。主啊，我知上帝你呼召我的目的，是你要亲自来拯救我，你也要我去播扬你的福音，让我周围的人，这是你召我的目的。阮要在你的面前，举手来回应你，阮要将宝贵的福音来讲给阮的朋友知，让因有机会得到这份平安喜乐的福音。因为主你的福音是要让人得到头发，是要让人会够有嘴巴，是要让人得到活命，是要让人得到自由。只要是世间人都想要得到，但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才会得到。耶稣是阮最大喜乐的秘诀，阮要感谢主。主啊，中华是属于主你的，台湾也是属于主你的。求主你差遣阮来完成你的大使命，求你转化台湾这块土地属灵的气氛，求你将你的油抹在台湾遮，让遮的人拢阿乐你，拢羡慕你，拢知影你是救主。求主你予更加侪基督徒会当做主管，伫因的公司来荣耀上帝的名。若是主管的，也伫因的公司来做光做盐。别人要看到阮的好行为，就来归荣光去上帝。主啊，我实在是袂晓教养阮的囡仔。阮的囡仔，予阮生气，求主你赦免阮，求主你教阮安怎才是圣经教养囡仔的方法，求主你先改变阮每一个父母，将阮的心思、意念，拢转向阮的囡仔，学习上帝，你怎样疼阮，阮也要怎样疼阮的囡仔，但是这并无简单。但是阮独独要来学习你，来疼阮的囡仔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愿主你怜悯阮，予阮早一日有牧者来应付教会，予阮有共同的意向，有合一的心，有追随耶稣的心，有你的喜乐，永远伫阮的心内面。阮安尼祈祷、感谢、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